那你现在有听到七八七有什么你觉得很羡慕？加湿器。加湿器是那个是从哪里冒出来？就是像冷气。应该就是冷气那边。那混的冷气。混的。我还以为会有一个地毯，你知道吗？加湿器在旁边，可以放精油。对，放精油。是吗？阿姆斯特丹。嗨，他是 Alex， 他是 Kevin。他是有飞过 ATR， 然后飞过777，现在是787。然后 Kevin 呢，他飞过330，然后来飞321，现在转到777。想先问他说，你觉得从空巴体系要转波音的时候，你有觉得很辛苦？觉得还好。而且好像大部分人都觉得空巴转去波音的比较没那么困难一点。你说反而比从波音去空巴简单？哦，真的。以书来讲，好，空巴的书写的相当详细，这样，就是你要找什么资讯都可以找到。ATR 也是，对，就基本上就是他要的资讯。然后飞行员方面就会习惯去书里面找很多很多资讯，这样子。波音这边就他不会提供你那么多的额外资讯。波音的手册比较。哎，对对对，只是你觉得是好的吗？下载时间少了非常多。对，你那时候从321转777，大概要花多久时间？公司会先安排就是地面课程让你自己念书啊，然后还有末级的课程，前后应该是一个多月吧，我记得。比我想象中很快，我以为要比较久。然后就是一个月之后就可以上升飞机 IOE 这样。对，一个多月。那你那时候从777？到787都是波音的，对，都波音更快吧。而且对啊，777跟787，他们因为他们驾驶舱设计的很多按钮的位置啊，跟就程序其实都很接近。快的话一两个礼拜就可以结束，你就可以考到模拟机那张 type rating 的执照。哦，350的那个 hub 是选配的，但是787是标配，标配就是所有的787都会有，就是那个抬头显示器。不装还是把350就可以。350有，但是我们公司并没有去加装这个设备。有些人喜欢，其实还是有些人会不喜欢，也不喜欢。就有两派，就有喜欢的，也有不喜欢的。所以你是？我是属于喜欢的。所以你都会用？我都还是会用它，对，因为我觉得多一个东西可以帮我，何乐而不为？我要怎么选择我这趟要不要用？就可以，可以你用机长，可以，就是分开的，对，是分开的，自己选要不要用。对，因为它其实就像是一个投影幕，你要用的时候你就把它。放下来，不要的时候你把它收起来。它有规定的时间开吗？其实没有规定，就算你把那个投影幕放下，你也可以把它调到最暗。哦，对，就等于它只是一个，就一块玻璃，就你透过两层玻璃在看外面。算是可以帮你遮太阳。不能，没办法，都是透明。那你现在787，你有最想念777什么吗？就有什么是787的？怀念它的那个暖光，暖光。对，因为787的那个驾驶舱照明。都是白光，白光。可是你们的光是暖光，黄光的。对，那787都是白光。七八七白光，然后他们的驾驶舱的 panel 的颜色也都是有点旧。那你现在有听到七八七有什么？你觉得很羡慕？加湿器。加湿器是整个客舱也有的吗？还是只有驾驶舱？好像都有。都有。刚从空巴转，第一个不习惯就是会觉得很多静电，就真的很容易，你摸什么都会被电到。可是空巴没有吗？空巴好像不太会。可是人家说波音的787比较湿，就是因为那个它的舱压比较接近地面，对，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比较湿，所以跟加湿器有关系，也都有关系。加湿器是那个是从哪里冒出来？是像冷气？应该就是冷气那边混的冷气，混的。我还以为会有一个地毯，你知道吗？加湿器在旁边可以放精油，对，放精油。那你知道787现在有小桌板吗？我不知道。你们小桌板是可以吃饭吗？是可以啦。就是你是要？就是我知道，就是放在旁边，我这样吃什么偷吃吗？我会吃到椎间盘突出。所以机长是从左边放下来，然后对，这样右边放下来。它就有一个多高、啊？就是我们飞行箱的高度再高一点。787我还有一个很喜欢，就是那个 moving map， 就那个机场的那个滑行图。因为777是枕头在。旁边的 EFB 上面，可是我们是我们的 ND， 就 Navigation Display， 没有，就是我们有个机场的那个地图，对，对，机场的平面的地图，就是机场上面滑行道啊，什么路啊，在那不是在 iPad 里面吗？
可是我们滑行的时候，我们不能把 iPad 拿出来看。对，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旁边有个那个 EFB， 就是飞行电子飞行包，它有这个功能。但是一般而言，就是它不能当做你主要滑行参考的依据。我以为你们都背起来。对啊，我不是背起来，我们背起来，我们背起来。它只是在炫耀这个功能而已。对，我在炫耀这个功能，因为它的功用是增加你的 SA。故宫妹不那么强。对。往请回转，在一百公尺没有回靠右行，真的假的？回转是吗？是真的像 Google Map 一样吗？我不会拿它跟 Google Map， 因为 Google Map 对啊，它没有路线，它没有路线啊，它就是地图、啊，它就是一张地图。如果大家有其他就是关于七七七八七的问题，可以在下面留言。嗯，我们经纪人会帮我们。好，我就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你家没什么变。对啊。可是这边变老又变胖。你太喜欢播音，不能讲这个。主持人比较忙，就是很多同稿剪掉，十分钟才有广告是吧？我又没有盈利，没有盈利啊。那个账号，我刚才想到准备。统统来自夜空，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，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，远方烟火越来越唏嘘，凝视前方身后的距离，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，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，远方烟火越来越唏嘘，凝视前方身后。